去，那不就是完了？但是我成功了，我佩服我自己，我也为我自己点赞，谢谢。我想把我的老年生活呢过得更精彩一点。现在呢，去骑行，把我年轻时候的梦，现在去实现还不算晚吧？啊，都说我骑车的不行，但是我想证明一下，我就是挑战一下。我年龄大，我也不服输，我也不服老，我认为我很骄傲。我这个不服输的精神，我认为我到达西藏了，就是我个人人生的最高顶端，征服了我自己，是不是？征服了这个人生大自然吧。最有趣的是呢，还是走那个山里边那个路，感觉是很刺激的，而且路上的风景吧，没有重复的，它不像公园的，大概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路上的风景就不一样了，路上的风景是最美的。你开车啊，体会不到我们骑摩托车的快乐，骑摩托车。看风景360度，没有死角。骑摩托车是快乐的。我在去西藏路上，好像是7天是8天啊。他们说的，人会犯困呕吐，但我没有这些现象。我只是晚上睡不着，但是我只要摸起来车子，我的精神就来了。我会永远骑行在我的梦想路上，去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在眼里，长在脑子里。骑不动，明早就换个排量小一点的、轻一点的；实在骑不动了，就不骑了。